注意看，这个火锅店太狠了，竟然有金枕头榴莲吃到饱，还有榴莲鸡汤锅底，知名的新巴士火锅吃到饱，当月寿星有送帝王牛，还有生食鸡干贝，店里有肉品与各种严选海鲜，让你点到饱，还有可爱的机器人送餐哦。指引指引，大家吃。榴莲真的也不要吃太多，不然会上火哦。今天的炸鸡也很推哦，不敢吃榴莲的人也可以吃芒果。